样，可是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赶。收衣服、洗碗，动作利落，做家事。爸爸去年罹癌，不忍妈妈一人扛起家计。就读小六的向玉杰是给力小帮手。爸爸生病期间，我基本上没有时间在家里煮饭的，连准备的时间都没有，就是跟他讲说煮水饺、煮泡面，他都会。哥哥患有多重障碍，照顾责任他也能一肩担下。现在是在帮哥哥分药。对。贴心懂事，让向玉杰获得了今年慈济新芽奖的校体殊荣。请颁发奖状及奖学金。在三重的颁奖典礼现场，他除了是得奖者，还有另一个身份。你为什么想要去当小志工？想要帮助别人，帮助的感觉，就很快乐。我都有跟世界他们联系，心里是感觉踏实很多。我会慢慢的尽我的从小的力量开始，就回馈这个社会。母女同心，都是想助人。向玉杰从小志工开始，踏出行善第一步。虽然现在爸爸已经过世，女儿的善良，天上的亲人也一定能看见，与有荣焉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瑞香、邱子杰、张明雄台北报道。